在今天的操演里面，很多部分是特别结合实战的一个状况来执行操演的工作，目的就是为了来落实啊，我们台澎防卫作战必须从实战的观点去出发来做训练，让我们的官兵啊在战时的时候能够真正具有信心，也有能力去实现这个保家卫国的一个责任。我想国军的战力的构成啊，大概区分成几个部分，一方面是我们官兵的士气，我们官兵抗敌的一个意志。那么另外一个方面是我们训练的一个品质跟训练的量跟它的强度的一个状况，那么当它的训练强度够，我想对整个战力的提升啊也非常有帮助。那么第三个部分当然就是你所提及的武器装备的一个性能，那么这个部分透过我们自己的国建国造、国机国造这些相关的程序以及外购的方式来取得我们适切的武器装备都是非常重要的。